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青子。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《亲爱的自己》？那张芝芝昨天在戏里面喝了一杯苏打水，花了380元。那我今天在这里呢，想要教张芝芝自制一杯既貌美又便宜的苏打水。我最开始呢，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水果，但是最后呢，我决定做一杯16苏打水。秋又去，春又来，今。